看婚后老公就冷漠，哎，累死了，你怎么还不去洗澡？哦，我明天再洗不行吗？你都出去跑一天了，你就想直接躺下？哦，今天不想洗，工作太累了。你确定不去洗啊？哦，确定不洗。行，那我去洗。不是，哎，你干嘛？干嘛？不是，你好端端的，你洗什么澡啊？睡前洗个澡不是很正常吗？但你有点反常。哎，不是，哎。Later。老公。啊、老公干嘛去啊？完了，被发现了。那个媳妇儿，我寻思我上沙发睡一宿，看形势是不行了。我回来。哎，不，哎，天天就想着睡沙。哎，媳妇儿，哎，不。